上海的本土食品厂有好几倍，但是侬讲到三代人才有得回忆啊，那就是一鸣食品厂。伊拉屋里向的冷饮饼干是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小辰光的回忆。到了天热的辰光，只要一想起来吃冷饮，搿就一定是光明牌。还有得马路高头搿点大大小小的食品店、烟纸店里向吃的物事、零食，侪是一鸣食品厂。那么现在这些一鸣食品厂的么子，啥地方好买着呢？侬可以到虹口区的五华路光明一鸣经营部就买得着。侬不要看伊只有十个平方左右的面积，搿搭里向侬小辰光欢喜吃的么子，基本上侪寻得着。有的包装朴素，但是交关人欢喜的范年青，搿只香面堂侬闭了眼睛也勿会得认错的。焦糖色的蛋卷里向侪是奶油。口感脆，味道香，还有搿只海带饼干，第一饼干吃惯了，海饼干味道也赞了勿得了。价钿也没哪能涨过，实惠又合算。郑州的咯，一面厂么老厂来呀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我70年代经常吃冰砖的。食品厂人买买过，比拉侪贵一眼。虽然讲对面的食品厂展览馆现在是来修整，但是搿家开了40几年的小店依然坚持开了开。就像伊负责人讲的，大家需要，我们还是要开的。为伊拉坚持的精神点个赞，为曾经经历过的童年转发给更多人，谢谢。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